亲的老母都袂当信任，世间人够什么人会当让我破心肝相对？哈，本来对这个世间哦，实在是足绝望啊！总算拢天公伯了吼，给我一条生路。有一天，我竟然碰到一个查某囡仔，啼啼哭哭，问讲住倒位唔知，什么名号唔知，可怜啊！到我当悲伤啊！从当时开始，我甲带在身躯边，都我甲欺骗。我甲伊两个人都是亲兄妹，一直到亲嘛。就用这个名嘛，是我甲分，我甲你改名叫做楚龙。伊阁唔知影，阮两人一点点啊血缘都拢算无。本来我甲伊当作是甲你相爱的，结果回想起来，伊细汉拢我咧甲洗过，到到有一天，伊凶凶啊，突然揽我来，老师，我规身骨拢起甲乱顺。迄个当时，一个心脏快速伫咧跳。想要稍微吹空出来，然后我才慢慢发现，原来我无形中已经爱上伊笑容，爱甲入骨，爱甲入嘴，为着要互伊笑容甲有比有拼，笑容安怎都想袂到，伊以为我是一什么哦，咧做大头路的大头家，伊未了解现实的社会，你若无什么尊重。你要赚什么钱来维持生活？伊想袂到讲伊的下哥都是官府什么了的暗功效。我是有偷，我是有劫，讲起来我嘛出烦恼。有一天若回朝阳，知影我真正身份，伊是不是来看我无去？是不是讨厌我，总算来离开我？你真的唔敢想。我像阮个日子，我唔知要哪活落去，所以我尽量伫咧阿不卡，看下是毋是当成为一世人的秘密，嘛有可能啦，见好就收。人感觉讲我家庭就会得过啊，就唔通搁再抢啊，唔通搁再劫。但愿我所想的心愿会当完成。好。